我是卦师松仔。今天这一卦，算 LPL 夏季赛第一战，苏宁战队此战吉凶。我们开始吧。此卦为卦39，简卦，艮下坎上，简，利西南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，贞吉。彖曰：简，难也，险在前也，见险而能止，至矣哉。简利西南，往得中也，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利见大人，往有功也，当为贞吉，以正邦也。简之实用，大矣哉。卦辞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，简卦象征陷入困境，难以前进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利于向西南行动，不利于向东北行动。此时利于出现大人物，只要能够坚守正道，始终如一，就一定可以获得吉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分析卦辞。据卦辞所言，苏宁战队此刻面临困境，面对这种情况，选择红色方向西南方向，也就是蓝色方水晶所在的方向进攻会更有利。此刻也需要苏宁战队有大人物站得出来，为团队带来吉祥与胜利。象曰：山上有水，简，君子以反身修德。翻译成白话意思是，象辞说简卦的卦象是山下水上，为高山上积水之表象，象征艰难险阻，行动困难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君子应该很好的反省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，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度过困境。根据象辞的描述，苏宁战队在此困境中应该反省自己，调整心态，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度过这个困境。好，本次的算卦解卦到此告一段落，希望苏宁战队与 LNG 战队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三连关注发家致富，我是松仔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